我回来了。怎么在学校又是？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被撞了吗？这是植物过敏？不对，妈呢？妈！妈！妈！咦？可是我的书包，书包都在这儿。难道妈？妈！妈妈，我害怕！妈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路都没有。爸，我不动了。这个怎么样？妈，又长高了。不不，保家仙，你不是有求必应吗？求求你显显灵吧，求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为什么会出两次车祸？保家仙，求你显显灵吧。谢谢你，保家仙，我女儿联系上了，朕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余下要靠你们母女二人共同努力，方可破局。切记，你只可复活百次。如不成功，我的法力将会彻底消失，你们母女二人的死亡将成定局。信女谨记。师父怎么越来越重？水，矿泉水。这是什么药？还有我的小刀、火腿肠，难道还有这个菜刀？不就是我家那把吗？果然是妈妈。看来因为那场车祸我穿越了，难道和她有关？闺女被妈妈法力透支去闭关了，可是他还没告诉我，你穿越的古代到底是哪个朝代？我有点担心。古代坏人那么多，你还这么小，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黑妈妈说，让你穿越过去的地方距离石之力并不远，慢慢走就行。尽量找到之前穿越过那个前辈留下的痕迹，他都能成功返回。妈妈相信你也一定能行，加油。
这是什么？好像是。活的人还是活的，我们是一个大主。大主，大主，大主，大主！他不爱云霄，你又爱着马的山上，把你们的一半，我还不爱你说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那是我的东西、啊。你能听得懂？能听懂。你是谁？来我们领土干什么？不说话的人，我迷路了，我正在找回去的路。是灰狼族的人干？不不不，我不是你们这边的人。你是有什么病？为什么这么白？这是天生的。你能把那边的叶子拿过来一下吗？啊，谢谢。我叫苏叶，你叫什么？你三个字的名字，你是巫医啊？哎，我不是啊。你们这只有巫医才能叫这个名字吗？是的，我叫花姑，我是战士。哦，花姑啊，我拿一下我的包。啊！哦，我懂了。那是什么？好尖啊！这个吗？这个是刀，一个东西。那个又是什么？这个是背包，这是你们的领域是吗？灰狼族又是什么？我不是白鹿族，北欧的灰狼族在那边。那你们的部落在哪里？在那边。我可以去你们部落吗？我会生火。你能生火？你是火母？不不不，我不是火母，我只是会制造火。嗯，就是这样，这叫生火，也叫点火。点火，这叫点火，太好了！我们的火被雨杀死了，你点火，我要带回去。花姑，你带我回你们部落，我会点火，这里有野兽，很危险。是危险，这里有狼和豹，可是大主不会让你进部落，你不是白鹿族的人。大主是你们的首领吗？男的女的？大主当然是女人，男人怎么能当首领？可是我需要部落保护，不然会被野兽吃掉的。我要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我找到我就会离开。你可以说服大主收留我一段时间吗？我可以带你回去，但得听大主说行不行。那真的是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这样花姑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咱们选点装备。这个给你，这个给我，这个我带，这个可以遮太阳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花姑，我想上厕所，你们先去那边等我一会儿吗？上厕所是什么？就是尿尿。哦，你尿啊！别人看着我尿不出来，你帮我看看包，我去那边。哈哈，真好玩，我转过去，你尿吧。叔，你尿完了没？还没，我还得蹲一会儿，我要拉粑粑。粑粑？是拉屎吗？哈哈，小粑粑。哈哈哈哈。花姑，我好了，好了，走了。
刚才没有，这是什么？鞋，穿在脚上的叫做鞋，这样就不怕脚底受伤了。哇，鞋，有鞋，小仔就不会受伤了。你的脚像小仔一样，太软了，像我们这样的脚才能当战士。嗯嗯，你很棒。很棒，棒就是厉害，很棒就是很厉害。很棒，你也很棒。赶快走吧，天快黑了。花姑，你走慢点儿。大主，我回来啦！哥，你还好吗？大主，你可回来了。阿虎呢？我让他先回来的，他还没回吗？没回，找到那个野女人了。找到了，我还带他回来了。大主你好，他是那个得了死病的女人，你给带回来了。大主你好，他是那个得了死病的女人，你给带回来了。大主，他是天生的白族人，你看他多白。他是得死病，没有红包。哦。你是哪族人啊？为什么来我们白鹿岭？我来森林找一块石头。你问我，这里野兽太多了，幸亏遇上了花姑。我想问问您，我能不能在您的部落住上几天？等我找到了正确路，我就会离开。哇哦，他说的好多好长。你听懂吗？没啊，但我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白鹿部落从不收留外人。我知道，花姑告诉过我。嗯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作为交换，我可以为你们燃起火堆，我还会治病。这个腿我能治。你是巫医，宝贵的巫医，你们部落竟然放你一个人来到陌生的领地啊？他是巫医啊，巫医不是应该被保护起来吗？他们的首领是不是太傻了？我第一次见这么瘦的巫医耶，是不是没有给他们吃肉啊？不行，哪来的巫医？给我看看，你也是巫医，你的账呢？啊？什么账？哼，巫医都有手账。是啊，他的没有手账。谁叫他的没有手账？是啊。还是说谎人？巫医，你说真的？他的没有手账，还敢说是巫医？说谎人是会受到上天惩罚的，会死的。不不。我真的没说谎，我不但会生火还会治病。哼，火是天神赐的，你会生火？你是活物不成？这世上根本没有人能生出火来，你就是说谎人。大族，杀了他！啊，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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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生火，我这就生给你们看。哼，生不出来，我就亲手杀了你。野人，女人，我的仙神，制造火。哦，原来在制造火，不是生火。切，你就那两块石头，还能打出火来？你要是打出火来，我就……哇，咦，有烟了，火出来了！大主，快看啊！巫医，快看啊！是真的。是啊，巫医，火越长越大。开饭啦！大主，可以分给树一份吗？他造了火。大主，那我的分给树，我今天吃过了，不饿。那样行，分肉吧。
啊！你怎么把肉烧了？会很黑很黑很苦的。别担心，像我这样烤肉不会烧焦的。烧焦？烧熟了，你尝尝，好吃不？ 嗯，好吃，你快说啊！嗯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，吃，你吃。不，我真的吃不下，不吃就会烧焦，烧焦就会很苦了。哦，别，我吃。这是怎么了？叔，他们都想看你烤肉。好吃，巫医来吃。咦，巫医呢？哼！幸亏他还记仇我，别除掉他。大主，今晚让叔留在这里好吗？行，什么不允许，让他走。你问过神了？是啊，我问过，神说他是小偷。是。他刚刚为我们造了祸。哼，什么造祸？他偷了神石。巫医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神的指示怎么会有错？大佐可不能让小偷留在我们部落。花姑护着呢，哼哼，能硬碰硬。白鹿部落的血液是神圣的，是受到上天庇护的。哼，外族的小兔，你胡说！我可是问神了，神火只有神石能点，你不是小偷是什么？不然你也可以证明自己。我当然可以证明，这种石头我可以找一堆。啊呸！不但是个小偷，还是个说谎人。大族族人们呐，如果不杀了他，天火就会降下来呀、啊！你蛮不讲理！没话说了吧？你就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！巫医说的对，百鹿血脉不能被污染。苏在这，男人们肯定会想跟他交配。族人们，还不快给我把他拿下！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帮蛮人！我操！你们来真的！阿姑，阿姑，快救我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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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们弄死你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弄死你！你们这群蠢货，我是被他冤枉的。是什么狗屁神火？快放我！花姑，花姑，快来救我！花姑，哎，哼，还想夺我的地位，小贱！哼，多管闲事！花姑，花姑，花姑，我咋能闪死啊？那赶紧的，你们的神石，快给我看看！什么？不可能，这就是神石，真的是神石，快放开他！
这，你无意，这好真真是诚实啊！看，诚实来了，还不快放了书？要放你自己放，哼，给我等着！孩子，对不起啦。阿虎是怎么知道岁数？难道是那天回到部落路上，他坐在后面神神兮兮的？报告，大神，去找到亚诺斯道。这是什么呀？别问，快去。是。那件事难道也是？天都快黑了，阿虎怎么还不回来？怎么越走越深的感觉？哎，有小溪。叔，你先自己转转。这个不算名吗？现在好少啊。我的妈，这也太高了吧，活化石啊。我操，救命啊，石人族啊。哇啦啦啦啦啊，哇啦啦啦啦，别追我啊，救命啊。哇啦啦啦啦，哇啦啦啦啦啊啊，救命啊，哇啦啦啦啦啊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过来啊。不要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啊啊！放开我！啊啊啊！叔，你怎么了？在这干嘛？花姑你来了，刚才有个吃人的妖怪。没事，他们离得远呢，先给我回部落。原来巨蜥人还是防备着我，看来我得赶紧先治好大祖才能留下。花姑啊，原本他这个伤本来就不难治，上点草药就行。可是现在，你说能，大主不能死。这里面已经塞满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，兔已经发炎了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，人一旦发炎了，人也会发烧。如果烧到痉挛了，人就会有生命危险，你懂吗？叔，我不懂，你救救他，求你救救他，他就像我阿妈。我可以试试，不过我治病的时候不能够被人看到。你治病都不需要族人在周围祈祷吗？不需要不需要，我们白族人的规矩就是治病的时候不能被人看到，千万不要让人进来打扰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任何人，包括你，听懂了吗？嗯，懂了懂了，我这就出去。你别动，我是苏，我正来给你治病。苏，好疼，好疼啊！我知道很疼，你忍一忍，很快就好。苏，我要死了吗？我看见我阿妈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您。阿姑，阿斗在海棠，让我去看看。不行，叔说了，不能看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找飞去，你给我等着。叔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大祖生病不舒服，没胃口，能够喝点粥就好了。粥，只用水煮的，以后会变得软软的，病的人吃了会好得快一些。哦，
有了，你跟我来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煮粥啊。哦，原来种子泡在水里就是煮粥。嗯。他不知道。对呀、啊。你干嘛？哼！你个老乞婆！你的……死老太婆，天天和我作对，行事大道，装神弄鬼。你老不死的，迟早弄死你！哼！哇，他醒了，快去叫花姑。你是阿芝吧？过来我看看。苏一，我是阿芝，后来打赌阿妈说你是好人。身上还疼吗？阿妈说你这样从来不很疼。我知道你很勇敢，但是这需要擦点药，不然伤口会发炎。发炎？你也会吃盐吗？不是那个发炎，算了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抹点药。不要怕，我的腰不疼的。咦，真的不疼耶？哎，好了。夫你真好呀。阿芝，你这玩的是什么？这些花花呀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摘一朵。说说，给你摘花花。好呀，谢谢。我没见过啊。是吃的啊，我教你吧。啊，我吃光了。啊，有。我才不要吃这种野花呢。那你的牙为什么那么白呀、啊？我每天都刷牙。刷牙是什么？刷牙就是清洁牙齿啊。哦，我懂了。哦、这就是牙刷，我教你做啊。哥哥你真好，我去登记大家吧。都是我的错。大姑，大主说师傅快死了，快去找巫医。巫医，他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叔，你能救师傅吗？巫医，巫医，谁呀？是我，花姑。嗯
你来干什么？巫医，大猫来了，要舍人，你得回去。嗯，大祖呢？大祖死了？大祖很好，三一和木谷死了。嗯，那个苏呢？他没事儿。嗯，咱被大猫叼走了。嗨，石部流了好多血。啊，巫医，我说主任受伤了。是，你喊什么？那个苏不是在吗？叫他给族人治病。你是我们的巫医，主人受伤了，你不管？哼，瞅我干啥？找他去，找他去，让他去当你们巫医。瞅我，你是我们的巫医，是给大主的病治好了，你居然不高兴？嗯，我没不高兴。阿姑，你为什么生气啊？没不高兴就回去啊，主人快两天没有盐了，都没力气了。盐不多了。嘿嘿嘿，嗯，我太伤心，造不出来盐，就这一点儿。你这么一点盐，你想让主人死掉吗？干什么？主人心不静，绝神，听不到祷告，他不降临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以后我再也造不出盐了。胡一。真的吗？你又再也没盐了吗？哼，阿姑，你好好说话，我们不能得罪巫医啊。你不是吧？巫医，我们都敬你啊。是，我们做得敬你。哼，他不敬我也不行，月神会生气的。我也敬你。真的不能没有盐，族人不能再等了。真的？哈哈哈哈，去吧，去给我弄几只鸡去，去外面等着，明早差不多就有点盐了。嗯，这么傻的战士也配想当大祖？我呸！阿姑，你试试看，灵不灵的？很奇怪，我不明白。会收在这里就好，会他一定懂。退！退！为什么退？退！这是才挺科学的，老去心动的。退！你就当没看见。今天我回去问大主播时，这就是你做的米粥，可好吃的那个。听说了，还没熟呢。去，赶回去。天啊，啥时候能吃啊？大泽，你没事吧？我揍啊！我揍你！揍你！别打！那是揍，不是揍。嗯，什么揍？那是神灵的食物，叫揍，被你打翻了。切，神灵的食物，我呸！他肯定有毒，哼，他伤了大佐的手。你是小兵啊，没问清楚就打人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打你怎么了？你伤了我们大佐，我杀了你。巫医，你错了，我手是烫的。烫的？切，就你那点盐够几个人吃的，还不得靠我？哼，拿着，哼，哼哼。等等，巫医，我问你，这些盐真的是你提到来的？当然了，很累，很辛苦的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可我看到你往里面吐口水了。你偷看我祈祷了？不，你说谎，我才没吐口水。你才说谎。你吐了，我看到。
别插了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？他，你们知道，说谎人可是要受到神灵的惩罚。大主，我从来不说谎，你知道的。就是你在说谎，我命令你们把他轰出去。我亲眼看见他吐口水，这些盐肯定被他煮住了，你们不许吃。都给我闭嘴！想不到我白鹿之舞也遇到了这一天，既然分不清，那就按规矩来吧，去天虎寺。大国，你不信我？天虎寺？哦，不行，别不行！哦，不行，别不行！对我说不行，准备一下，现在就起。花姑，天火寺是什么？当局里出现说谎人，分不清是谁的手。第二期天火寺，哎，这你就知道了。天火寺不会是上火山吧？光着脚丈上上，这算哪门子测试？比谁脚底板厚吗？不跟跟开玩笑呢？大佐，不能起天火寺啊，花姑会受伤的。你相信我，花姑说的是真的，她不会说谎的。再说不就是吐口水吗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跟诅咒其实扯不上什么关系。叔，你不知道，吐口水是对敌人才会做的事。如果无意真这么做了，我不能留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别怕，天神会分辨的。神灵啊，白鹿大主向你起天火誓，听到我的呼声，就让天火让我知道谁在说谎。说谎人将被火活活烧死。既然你们都没有说谎，就勇敢地往前走吧。天火自然会留下诚实的人，说谎的人会被烧死。不过走啊！不不不，我撒谎了怎么样？啊，哼，我就吐了口水，怎么了？我诅咒你们，诅咒你们怎么了？你们让一个坏人取得我的地位。那天大佐都快死了，你救不了我，你就找事了。我救不了，那你们让他救呀，我才是你们的无疑。他算个什么？哼。还有你，你怎么不死掉你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怎么不去死呀你？我恨你！为什么？那么多的小崽子，你为什么把我送去学武艺？我从小就那么强壮，我明明可以当个战士。哼，我才应该是未来的大族。三头鹿在欢迎新爵，你现在恨我？呸！你知道去学武艺有多惨吗？那么多的男人，却没有几个女的。我还那么小，却永远都不能生崽子了。都是你害我的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以为你看不上那些男人。别说了，我变成今天这样，我怎么生崽子？说了又怎么样？你能为我报仇吗？你打得过人家吗？你曾经是我最喜欢的崽子。大毒，大主，叔，救他！急火攻心，有中风之兆，快抬到棚子里去！
不，你走吧。你的阿妈是大子的崽，我不杀你。你走，不要再进入白鹿领地了。树，无疑呢？花姑把他赶走了。没想到他那么恨我，是我错。我不是去野狼庄，去乌衣婚内一样。他受了伤，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您的错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您好好养病。花姑呢？她出去打猎了，我不等她。大叔，你看，我教会他们做了制碗，还有耕种、织布，还有制铁。以后大家吃得饱、穿得暖，还有武器能够保护部落。好啊，好啊，花姑呢？嗯，快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送给您。好软，好薄。只要大家学会了织布的方法，族人们也可以织出这么软的布。好，好啊。叔，你帮我穿，我动不了了。大祖，我马上给您熬药。没用，留给主人们。不不，吃了药就会好。我答应过花姑，一定会救你。花姑就快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等我，花姑，花姑，快跟我走，大祖不行了。叔也救不了了吗？花姑，你虽勇敢在世，我死了已经是大事。叔会走的，他说过要学，让族人们用心记住。嗯，记住了。大祖，大祖，无疑，你这什么东西？是肉煮了的，很软，很好吃。加盐了，是你等候苏祈祷了好多好多年，那些盐居然是白色的。嗯，白色很多很多。嗯，他是怎么祈祷的？什么样子的？我偷偷抓了一点，你看一看。这就是盐，他祈祷的。是啊，就在他帐篷里，一下子都变了许多许多。哼，怎么才这么一点？我不敢多拿，等一下花姑看见。嗯，行吧，走吧走吧。
还真好吃。爷说那个酥还挺厉害。啊，是啊是啊，他变出了铁锅，把肉放进去煮，可好吃了。铁锅煮？哼哼哼哼，我知道。哼，给我拿一个铁锅来，还有盐，都拿一些来。啊，哎，被发现的话，嘿嘿。不要怕，我会为你祈祷。等你做好这件事情，我会教你巫医的本领。啊，真的？学好了巫医的本领，就算离开去别的部落，也会把你当宝贝的。啊，行行，那我去了。去吧去吧，小心点，别被别人发现了。是是，竟敢对我不敬。花姑、苏、白鹿子，我要你们都死。稍等，看一下。谁？是我，三姑。拿到了？你背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被阿芝看见了，我没办法。阿芝丢了，族人们会找的，很麻烦。嘿，我知道啊，如意，我该把它扔到哪？算了算了。给我吧，我有用。哼哼，野狼族最喜欢吃啊，但是他们不吃自己的饭。把它一起献过去，大酋长一定会喜欢的。嗯，那就给你。走。是啊，很锋利的。你走吧，别来找我，等我来找你。啊，是是。为什么不去找阿芝？啊，小崽子，乱跑。找什么找？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别睡了，所有人都去找阿芝，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。怎么是你小爷？难道你没有看阿芝跑出去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啥也没有。你们的听觉和嗅觉那么敏锐，那么大个孩子，你们听到？啊，你干什么？说。啊，我昨天吃了太多，我拉了好几次，可能阿芝是那个时候跑出去的。等等。你手受伤了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是沙大猫蹭的，不用治，不用治。你说谎了？啊，你这明显抓好了。啊啊，不是抓，他没抓我。不是抓好了，你这四条明显就是指甲抓出来的。扔哪儿了？就在那片林子里。你个畜生，天这么黑，阿芝怎么跑？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没杀他，我没杀他。叔，这花姑放了我吧。放你走？哼，把他绑起来。阿芝什么时候回来就把他放下来，如果回不来就把他饿死。你说谁找我？白鹿巫医，他带了东西要去。谁？就南边那个小部落。哈哈，是那个小部落。这么长时间送出去的巫医没一个回来看看，带他来。是。等等，这白鹿巫医像狡诈呀。这白鹿巫医有点意思，会不会是不是？抬头。酋长，我是来献礼的。还没到冬日，来献什么礼？铁锅、盐还有食物。铁锅是什么？盐？哼，我有的是。不，我给你带的食物很嫩。你们大族竟然同意让你拿小崽来献礼？不是大族，是我给您的献礼。大酋长，这就是铁锅，很硬的。哦。
是很硬。试试啊，把水放里面可以煮出很美味的食物的。还有这个盐，您看。这盐怎么这么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那么白竟然还不苦。好，好啊。白鹿巫医，这个盐是怎么做的？告诉我。这我不吃啊。妈，你不吃？我不会，我是献给您的。告诉我，这个盐和铁锅怎么做的？我让你进野狼族以后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真不知道呀，这些东西啊，是一个叫苏的女人带来的。她是白族的巫医。白族？没听过。都是她制的。酋长，我带你们去把她抓了。好，白鹿部落现在迁到哪里去了？就在乌河下，冬天之前，他们不会走的。好，祭司，你跟他去。是。嘿，臭女人，又脏又臭，这就坏了。啊，酋长，我会放过你的。我可是大祭司，酋长会点引作者，笑话。你不可以这样，酋长还要他给我们带路呢。臭丫头，滚开！混蛋，正是要紧，还不快给他解开。起来带路。我走不动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到地方就给你吃，快走。喂，你们白洛部落的人都去哪儿了？他们都在忙。忙什么忙？把你们大族给我叫出来。哥，他们要通知大县呀。住手！军哥回来了，这是打猎去了，什么都没杀到，女人果然是废物。你什么人？敢对我们大族不敬？大族？听说你们大族老子快死了。哦，这是换人了。这是我们野狼首领，快过来跪下磕头。给你磕头，弟兄们。白鹿大族从来不向任何人磕头。说吧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听说你们来了一个外族，呵呵，把他交出来。什么？巫医呢？这个外族人叫什么名字？你说那个外族人叫什么名字？他是白族的，叫苏。对，把那个苏交出来。巫医，巫医竟然背叛白鹿部落。切，说什么背叛，部落本来就该归野狼族，还不是大族一直带着族人。少废话，叫苏出来。是呀，快把他交出来吧，他那一身白皮子野狼大人一定会喜欢的。呸，你们这些臭女人，白送给我还不要了。野狼族将女人当野狗，你竟然。呸，不可能，你是我们的白鹿之神，绝对不可能交给你们。白鹿之神，踢。好，你废武器飞着。好，哼，你们小小的部落竟敢反抗我。族人们给我上，统统给我杀了。杀了。杀了。杀
是吧？我没事。叔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大家做的都很好，没有放跑任何一个敌人。不，米狼族还不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连夜赶过去。不，给他们一锅端。不！阿姑，我要走了。不，别走！叔，别影响我们。我还没学会怎么做妈咪啊。我也舍不得你们，但是我必须回家。花姑，记着，等有一天你成为一方霸主，也不要忘了心存善念。团结是一切进步的基础。花姑，带领族人们好好活下去。叔，你